昨日16时05分，肇事者为46岁张姓男子，驾驶小货车行经埔里镇西安路3段167巷路段及案发地点左弯道路，车辆不慎撞击碾压，站立于路面左侧边缘一小女生右头，虽紧急送医急救，院方仍宣告不治。至于肇事男子，酒测后呈现酒精反应为0.15毫克，亦坦承前一日晚间有饮酒之行为。本分局侦办后，全案以过失致死及公共危险罪移送。为什么要喝酒？你知道酒驾造成的后果吗？